OK， 上。啊，这位朋友是在酒吧工作的哈，他在酒吧工作要练习这个这种调酒的这个像表演杂技一样的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挺有意思啊。他是在这边一个日本人的酒吧啊，日本人的饭店吧，日本人喜欢喝酒嘛，他有调酒啊，在日本人酒吧里面工作啊。他是来自日本的，他是来自日本，从日本到马来西亚，然后在马来西亚的日式酒吧工作。我正巧遇到他，然后哎，我们正好来看一下他的各种表演啊。哦，哇！我看他这个调酒师八天的，这调酒师简直就像耍杂技的一样。哎呀，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。It's OK。哦，哇，四个四瓶酒。四瓶酒一起来，哇哇哇 ！Thank you 。